哦，好险他在玩手机，他没听到。妹妹，再三只再给你吃，吃不吃得完？哇，会害羞。阿姐啊，反正我了钱，无差阿姐，啊你第一个提钱相信我，我了钱200块的话200块。好，我聊聊不要紧啊。好，杨工好啊，杨工来啊。啊，因为东西剩不多，有人还要点餐的吗？啊，哎，那个，啊这样装好礼好不好？加宝宝。行啊。装好礼啊，来，有人要吃那个，妹妹要吃那个，这是好吃哦，我家妹妹也爱吃。姐姐，我要先说，这是鸡肉的，这不是猪肉的。但是这一个东西哪里都有在卖，这边要不然全家都有。一条卖你33块，一包，阿你十斤，至少卖你300。上尾五个人可能没有了，最后5个客人没有了。一人炸一包，恁试吃的话，当天咧咧用三杯青菜，青菜料理，五个人客100的话，100块，100块100块。阿姐要几包？100。啊，100块来，搞定。啊，还有人要吃吗？来，100块。啊，100块，上尾两个。啊，小妹姐100，最后一个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人想买啥嘛？100块，100哦，再等你用好晓得啊。再给我好了啦。啊，这样，谢谢。哈哈哈。深情。谢谢啊，我公司谢谢啊，100块，谢谢。100块，谢谢，谢谢。啊。好，我们是讲，我讲了后边，第一句要先听啦。啊。我甲陆小做一届，不了的啊，不了钱咩？好啦，卖门啊，你去后边卖门啊，卖门啊，反正了钱了了的啊，系啊，系啊。还没上课不能骂脏话啊！阿姐啊，不要紧啦吼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我讲真的啊，一家人话，我家8岁，拢是恁饲大汉。讲真的，感谢恁，感谢恁。啊，有当时哦，真正。起卖无赚钱都无要紧，啊，我们尽量啊互相，啊，真的卖不动，我们就是包转去冰起来，尔无差，啊，来姐姐来注意点，这一样东西上尾一箱，伊今仔日炸3箱出来，上尾一箱，啊，这只鱼啊注意听，阮的现捞的物件，歹势真正无甲恁抬，但是这一只已经请，已经请外捞啊把恁抬好，都会当甲你好啊，我先讲，这叫阳光。现场有食过这只鱼啊？野手，我先请问一下，杨工，阿仔你野手无要紧啊？你哪样呢？你有食过无？啊，捌啦，好食无？安尼问到啊？哦，阿仔我先讲哦，这是阮讲的文武鱼，什么叫文武鱼？真吹煮汤拢会使。哦，你若是煮汤、煮姜丝啊，吹姜丝安尼就好。一个人炸4尾，一个人炸4尾。啊，阿仔我先讲哦。这个物件是正海，这无在钓起。啊，这正海无在钓起，注意听。嘿，钓内行的，安尼就知影内行的。来注意听，阳光哦，这种鱼啊，注意听，这是阮家己的鱼船啊，转来才有的。啊，这不是达康有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你要套不一定有，来一个人炸4尾。我先讲，外口人叫钱，一斤300几块，一个人炸4尾。够有人想要食，才超过一斤啊。今仔日哦，我相信足侪人无食过，无要紧。我卖甲你划上大分，想要吃变500、300块的话，300块，300块有人要吃吗？300块，赶快集合啊！对哇，好，不会集啊，你集合啊！我甲拼，我就甲拼啊！来，一个人炸4只，我是甲你划300，一尾海鱼啊，存咱三百几，应该免考虑啊吧？还有人想要吃300的话，300块，蒸、炊、煮汤拢会使，好睇啊嘛！啊，安尼划300几嘞了。要收啥菜？料有吗？料有鱼啊！料有吗？无啊！你料有人提钱吗？无啊！为什么？阿姐啊，卖安尼啦，卖安尼啦，卖哥哥咧画的时阵，大家提钱；我画的时阵，一个人提钱。够人想要吃300的话，300块，300块，300块。啊，姐姐，反正我起来料嘛是料伊的，不是料我的。你几号啊？300块，300块。哦，有咩烦恼？你只要我300块一个俩，赶快一个俩，阿姐啊！阿无你只爱提咧手哦，你唔敢提钱，你只爱提咧手。等下手无卖怪我先讲，这阳光拢把你处理好，太好。一尾海鱼啊，即摆卖你300块，才4尾，一尾剩75块，你外口买问啊，买无注意听，要变货无参加遮注意听哦，1600块一点，好惊。
四倍加四倍，总共八倍哦。哦，三百加三百，我爱袂恁阿爸吹听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人客尔，吹听。你拼会卖去介绍五百面，三百了啊！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哎呦哎！啊，哎呦哎呀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来，搁好行，搁好行。啊，村内卖老啊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前面那边几个，啊几啊？三个，我买高墙，这物件买高墙，很贵啊！你笑伊啊！啊，这没。五岁哦，三个，三个我爸，给我包些手机。接人差十倍，妹妹把袋子打开就好了。对啊，谢谢你。你好乖哦，来，这次再给你一样，你能吃而已哦。你看贵个，四个嘛。三个，想要接人给三百的话，来掏进一个无啊？哎，四个，一支三十块。来买一下嘿。三十块比一杯绿茶还便宜，现在绿茶都要三十。哎，什么派料？派料啊，这样是派料。好，这样。哎，你哪边什么货啊？来，注意听，宝贝啊，超，这个有五杯，啊，这样百五来，这块买百五。好，来维度好啊，维度，今天要标好，来维度。啊，要虾子。啊，虾子，等一下他喊过。等一下，来回度来，我别不要哦，阿姐啊。我加猛唐扬鸡，哎，唐扬鸡，哎，好哦。姐姐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唐扬鸡那个来回度在哪？哦，有在做，在做，都在桌面来，都来。来，美女，哎，谁点唐扬鸡啊？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这个先喊。来，姐姐注意听，这个一样不是卖不完，不是从早上升到现在，请问在哪里炸熊贼？注意听，这叫尾鱼肚。来，姐姐们看一下。哦，这小块太平啊，给恁看一下油花，好、哦，让你们看。啊，我先讲哦，黑尾鱼季节已经过了，这个东西你若是今仔日有买，吃了好吃，卖透，你来看看有无，安尼就好啊。因为这个东西有，我们就会带。啊、哦，因为我按这期已经过啊，一人炸三包。我先讲哦，你去东港，你有闲塞车去东港。每条丝啊，人用自烧的一袋面，你偌济买我百外块。这包偌济有六袋，这五袋。啊、哦，我准五袋着啊，一袋一百，这包想要互你开五百。鲔鱼肚无咧俗的，啊、哦，我床无咧俗，来一个人炸三包。咱外口这种话，千外的物啊，即摆唔免啦，一个人炸三包。想要食同款，自来着啊，五百着啊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五百块有人要吃吗？鲔鱼肚。鲔鱼肚，够有人想要吃？哦，这尾鱼部落真正免考虑啊！啊、哦，买现在东西我们真的不用经过头壳再考虑的，一个人炸三包，够有人想要提一个，够有人心另外五百块、五百块，五百块有人要吃吗？五百块、五百块，五百块要收的，这三包卖恁五百，一包剩百外块尔嘞。这阮弟兄大家人拢是销售的，来几条安尼啊？二、四、六、八，来十个人去，好行哦。安尼三包卖恁五百，一包剩百七块、百五块，来一包给你。妹妹，谢谢你。妹妹真乖。妹妹这包一样送你吃。妹妹很大啊、哦，要记得阿伯哦。啊、哦，我叫芭拉。啊、哦，我叫菜桃。来，一个人这样子，好，一个人四包，一边五个人客。我先讲，你等去先看卖，行看卖。一袋那是真了会滴，提上来退钱。五安城无咧俗的，重点五安城就是人讲海底的河鸟，真袂滴，含袂滴。我咧甲你发五百，一袋一包存百二块，有够俗，注意听。买煞是啊，一边五个人客，五百块唔免，人家买到无一定有货。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买一个鸟，好行啦，好行啦，哦，好行啦，卖去介绍，好行啦。六十块。哦，八个人客呢，无爱随收。三百了，三百块，来两位，先给钱，三位，哎，看头前，看头前，来四位，好，看头前，来两位，好，无，你阿爸，无喜欢你阿爸，无，六个，嘿，你阿六个，请那时候要看前面，先收钱没有关系，来，行，啊，我今啊了了好行啦，反正买唔是了我的钱，耶。耶耶耶耶！你看，陪婆笑得好开心。好，来，又来过了。好行，好行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好，贵位。好啦，来啦，拢来啦，拢好行啦。好，
来，你去设计，你去设计。我包掉，你卖听。哦，你卖奥奇红包包掉。我了解呀，了解呀，八大压力。来，来，谁谁点唐扬鸡块？我请问一下，像这样一包啊？啊，姐姐，你有吃过有买过吗？没有，好来，啊阿姐，哦，先可以召集。姐姐，我相信这一包现场很多人没有买过，因为卖两个礼拜而已。这边刚刚第一百家开始卖，这个叫唐扬鸡块。我要先讲，伊嘛是鸡腿吧？啊，伊嘛是鸡腿啊，无带骨头的。我先讲，这包真的比较贵，因为它是属于日式口味的。注意听，这包你等起赶快用好烧，不管你用吹、用煮的、用蒸的拢会使。它本身是熟的，用好烧就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个人客买着，恁试食看卖。今仔日这包同款撩伊的，不是撩我的。啊，我薪水照领，免三百。想要吃250的话，250块。一包一公斤哦，一包一公斤。真的假的？十个人客，卖去介绍，恁敢发250的？200块，哦，阮花粿的放伫边啊，来我阿姨好哇，我阿姨剩只尔无啊吗？有啊，够有来无要紧。来，有人要吃五仔鱼的，我阿姨够有人想要吃。现在我的物件我加减嘛要拼一下吼。来，姐姐，我要先讲。